Doctor 今日讲咩新闻啊？又系新闻又系旧闻啊！又系新闻又系旧闻，一睇报纸咧又讲个斯里兰卡，大家都睇新闻睇到啦，斯里兰卡个总统啊走咗啦，但系家爷仔拉过家族。咁好多嗰啲部長又辭職，咁而家中國政府就同佢商量緊，就提供啲好嘅支援。市場講就話佢哋搞一帶一路促使，乜促使係正常嘅，你大家個心一唔正，為個社會做嘢。點會唔出事呢？斯里蘭卡係講少少歷史啦，即係唔係讚英國人啊？英國人喺世界上四十幾個殖民地，離開咗之後咧，個個都好論盡，叫新加坡搞得最好。佢哋嗰個英國人的管理手法是有很多經驗。斯里蘭卡以前叫做石納，這個國家跟我緣分很大，你都知道，你都去過了、你去到仲同個皇帝，民選的皇帝在他後花園玩大笨象，是啊哇，有十幾隻大笨象，你真的都幾難養，很富庶的。我到今時今日都有啲好好感言咯，點解一個咁好嘅國家搞到咁咧？咁有啲前因後果啊，稍微講少少。佢嗰個國家追源咧，就好多年嘅歷史啦，幾千年，係一個佛教國家嚟，即係我一生人嘅榮譽啊！都是这个国家的高僧啊，和那些政要啊支持我，所以差不多我是我的舍根空来的。在南卡西部呢，有条村落呢，个马路都条村用我名，马路都用我名阔路一講啊，幾十年啦，乜同兩任總統都好朋友，個皇帝你見過啦，更加老豆。佢有個交奇怪，民選一個皇帝就係保管嗰個佛祖佛牙舍利廟嘅總管做，佢咧就係代表民間嘅皇帝選出嚟嘅。但佢就冇實權嘅。即等於天皇咁有個虛衔，但每年有幾個節日咧，呢個皇帝咧就著曬皇袍，騎大笨象咧，搬只白白寫嚟出嚟，俾好多人瞻仰，好似八月咁，下個月係八月十三號，係全我亞洲最盛大嘅遊行宴會。但今年個經濟咁就唔知點樣啦，又有疫情。咁喺古代佢哋咁話政制好奇怪嘅。總統、民選皇帝、真王、總理咧就等於司高，執行咗佢哋嘅命令嘅指引。真王同埋皇帝咧代表民間嘅力量，總統咧就是國家嘅元首。咁個民選皇帝咧就管理國家嘅財政，佢行民主制度。但當年咧佢哋。由英國離開之後咧，英國人要之前咧，到佢離開之後咧，先至有嗰個民選制度。喺之前古代咧，就有一個條例啦，就更加奇怪。只要你任何人，唔理你搶到好偷好，你嘅手上拿到嗰只佛祖嘅牙咧，一舉高手，你就係皇帝嚟嘅。即係有緣份俾你手上咧執住嗰佛牙，
幾得意我哋嗰天后廟搶炮啊，執到個花炮舉手嗰啲咁類似。當年啲皇帝咁選出嚟。咁佢後期由英國人統治咗之後咧，就非常富庶啦。大家都飲過啲靚茶啦，睇你個 Lipton 啊、西蘭茶啲咪就係蘭卡嘅紅茶。啊！咁英國喺個西喺石蘭咧就種植好多茶園，咁啊燒翻英國，後尾都唔夠用，唔夠用咧，跟住喺印度再種。據我哋所知咧，印度種啲茶咧唔夠石蘭茶靚啊！呢樣石蘭茶香，好聞靚，好聞靚。我哋喺紅館買個飲好靚，唔同噶，飲落唔同甘香。第二咧，佢哋嘅紅寶石咧好豐富，蘭卡嘅紅寶石。係啊。咁佢其實咧，佢糧食咧就足夠嘅。所以佢話啲人會飢餓咧，我就好奇怪，因為佢啲雨水啊又充足，啲土地又肥沃，但有少地方咧有啲地下水就唔乾淨，咁咪局部嘅啫。但佢哋唔擔心糧食，有年總統咧就同我商量，佢係因為個社會變化咗現代化。又引進咗好多食物，又漢堡包啊，又家鄉雞啊，即係好多個雜食啊，有薯片啊，好多嘢食。變咗咧，佢哋嗰個國家計劃咧，就保持個糧倉咧20年儲嘅。但因為少咗人食飯，佢啲米咧多出嚟。但係蘭卡啲米咧又唔夠泰國靚喎，細粒好多嘅。嗯。變咗賣相咧就唔好。咁但你又多咗啊！咁個總統同我講：我哋有冇辦法？我話引進啲米粉機，做啲米粉咧，一包包咁咧就可以賣出咧，就唔使浪費咗啲米，你用唔曬太多啦嘛，啲米多到佢哋夠曬嘅啲糧食。但係而家佢蘭卡出現個問題咧，就唔係糧食，就係火嘅問題，因為冇石油冇煤入口。咁啊！啲人咧就斬樹嚟燒，咁啊變咗炒貴曬嗰啲木材。最近搞到咧要燒野殼，你話幾嚴重咧？你話好神奇嘅事。咁我哋最近都長期就匯啲錢，咁啊幫一啲貧困嘅村落啦，就啲佢哋當地啲和尚啊，同我哋派飯啊、煮米粉啊、咖喱米粉啊，咁一路接濟一啲。咁咪好多台友啊，啲學生啊，李文啊，李先生啊，佢哋都有贊助啦，由我哋學會啲捐出去。好啦，而家中國搞嘅一帶一路咧，佢哋行個方向咧，我哋睇新聞資料啦。佢入手咧就全部咧就諗自己，斯蘭卡啲官員咧又貪污。新一啲總統嗰家族咧非常貪污，所以你個政府你有咩好嘅資源，有咩好政策咧，你貪污你就前咗撲街。佢又為咗投其所好，令到個總統容易簽嗰啲協議，咁啊揀咗總統個鄉下咧嚟起機場。中國起完個機場咧，一日得兩班機，全部擺曬喺度，放曬艇，嘥咁多建築費咁成。我哋都唔係好明白。其實如果中國真係同蘭卡合作咧，我睇如果佢哋改變咗個觀念咧，真係同呢個國家合作咧，佢可以恢復翻以前英國。英國喺嗰度幾繁華，你自己中國有咁好嘅農業經驗，你咪同佢種好曬啲茶葉啊，處理曬嗰啲水果啊、植物啊、出口啊、嗰啲香料啊。同埋就係開採嗰啲紅寶石礦啊！我知佢有個唔知西部、東部嗰邊咧，西部嗰邊咧有一個地帶仲有石油嘅，即係你冇能力開採咁解啫嘛。咁你海港咧就好靚，佢直情係企喺個印度洋嘅，佢嗰個正式係戰略地位嚟嘅蘭卡，同中國歷史好耐淵源嘅，2000年前。
法印和尚咧就去過蘭卡嘅，中國嘅和尚。好啦，達摩祖師咧都係斯蘭卡入嚟中國嘅喎。達摩祖師就係斯蘭卡人㗎。哦。所以佢帶咗本叫《靈騎經》，斯蘭卡嘅靈騎山帶一本《靈騎經》。達摩就係斯蘭卡人。好啦，我哋開完三大寺嗰、那個北空三藏咧，都係斯蘭卡人嚟嘅。咁啊，傳法傳到去廣州啊，後尾北空三藏開完三大寺，即係個歷史好深厚嘅。咁世界上咧，能夠將佛經變成文字嘅咧，就係、是、斯蘭卡譯出嚟嘅，用文字記載佛經啊。喺二千年前咧，就用口傳嘅傳播，到後期咧就斯蘭卡大廟咧結集嗰度佛經。咁啊，佛經咧後期由英國人統治咧，用咗一百年嘅時間。翻譯咗出嚟叫巴利語嘅經典，所以而家英國咧個巴利語學會就係蘭卡翻譯出嚟嘅佛經。嗯。咁廿幾三年前，我係送咗一套正式嘅佛經咧翻中國，就嗰套嚟啦。就英國人譯咗英文，因為佢斯蘭卡用撒卡拉連文，佢哋國家用嗰撒卡拉連文，叫做一個蘋果仔一個蘋果仔咁樣嘅文字，好古怪。我如果你中國，我哋睇真係好正當、好正常咁樣同南卡合作咧，呢、這個國家咧就大家都好有利。你同我開發資源，一個人口又唔係多，但係又好富庶，佢差唔多有兩個台灣咁大。咁你喺嗰個國家，佢嗰個地理位置好強。整個印度洋咧，佢喺曬個成個大嘅港口，但咧佢喺英國離開蘭卡嗰陣時咧，就據佢哋講咧，就英國人咧就擺咗少少詭計，製造咗佢同南部啲泰米爾人咧搞獨立，咁咧就同啲蘭卡本身嘅政府咧對抗啦，咁啊打咗內戰咗廿幾年。嗰啲泰米爾之苦啊，咁後期早十年八年咧又平息咗啦。我嗰個好朋友個總統咪俾佢哋遊擊隊炸死咗，後屘先另外一個總統上場，佢做咗總理，後屘做總統，同我又非常好。我冇翻去好多年，大家又一路都接濟佢哋。咁我哋好期望中國政府。真係亦都要埋尾，因為如果你一帶一路咧，你咁多國家搞出嚟之後，個個都唔掂嘅話咧，就對中國政府都唔係好嘅聲譽。咁啊變咗冇人敢同你搞嘢噶啦嘛。哇，個同你搞嘢都破產收場，國家個都唔掂收場，咁邊個同你搞嘢？係嘛？你為咗自己中國嘅利益，你都同佢發展好咧，大家雙方真係有利嘅，就唔係話咁樣求其去到搞嘅，好有計劃。咁佢哋做一個漏洞咧，點解佢中國出口嘅一帶一路點解人哋唔受歡迎咧？佢哋成日啲官員咧就搞掂啲上層，俾咗著數咧就算啦，下邊咧又唔理。咁佢到你做到咁上下咧，下邊啲人又反對，又咁又咁，你咪又彎咯。跟住咧，佢最問題大咧，佢俾錢人哋做啲基建啊，嗰啲橋梁啊、道路啊、碼頭啊。佢用翻自己嘅外勞出口嘛，中國，嗯，變咗下邊啲市民咧，個個冇人受益嘅，工都唔多份請我做。你話你嚟到投資搞基建，你同我用翻一幾千工人，我當地嗰啲人民都有工開，有成揾多兩個先啦，啱唔啱？所以呢個自己中國政府真係要好大考慮。你唔攞到嗰個民心，你點樣可以喺第二個國家玩啊？人哋一嗰啲民主國家政黨講，澳洲嚟個國家攞我哋嘅資源啫，乜嘢著數都冇。咁你又冚皮嘅喎，你寸步難行嘅喎，啱唔啱啊？呢啲真係要認真檢討。同埋咧，你引進咁多啲中國人入去，財大氣粗，擺曬款，人哋又反感㗎啦。佢哋真係要學日本人收斂。
即係講而家中國政府出去做工作嘅人對外，咁你禮義之邦嚟噶嘛？中華民族點解搞到個神憎鬼厭咧？係嘛？你有嗰啲嘴臉啊，各方面都令人哋唔舒服嘅。你要幫人哋，當人哋係黑煙啊！咁你搞掂啲政府貪污啫，我冇份啊嘛，大佬係咪？我要睇你面口啊！所以你全部錯曬㗎！你共產黨幹部咧，真係冇家教可以話俾你聽。呢一代嘅中國共產黨完全冇家教，真係冇家教，係丟架嘅行出去。因為大家合作都係互相有利㗎嘛，有利之中咧，你要知道俾禮貌人哋、善待啲人，你先可以合作得好㗎嘛，啱唔啱？但佢位置咧就麻煩啲嘅，印度咧就好大戒心嘅。你話咧印度嗰度，印度佢哋政府認為咧南卡霸咗大個地盤咧，就影響佢哋個國家安全。咁佢梗係好多嘢搞鬼啦。咁你咪更加要用一個和平大使身份咯。嗱，我就幫啲國家啫，我唔派人嘅，淨係俾錢俾嗰啲計劃指導你。你哋咧就用翻你國內。當地國家的人咧去執行嗰個計劃進度，一路進度咧就一路去支持你，咁人哋冇反感，即係完全係喺個商業上嘅運作啫，完全係冇嗰政治企圖嘅，人哋咪安心咯，係嘛？所以呢個中國政府真係要好認真要反省所有嘅行為，特別中國外交部呢班友，係嘛？全部犯忠贞嘅出嚟讲嘢，你最近睇到啦，佢无端端嗰个咩发言人赵立坚咧又话啊，我哋而家咧就邀请咩德国几个大嘅强国咧嚟我哋中国见我哋习近平总书记啦，咁到时又话啊唔系啊，咁又话流嘅咁喺度噏得啊噏系嘛，噏到乱晒龙。咁啊，蘭卡咧就大家有時間應該要去嘅。佢嗰個佛牙舍利咧，拔咗粒隻牙咧，喺斯蘭卡佛牙廟嘅世界聞名嘅。咁如果你見到佛牙咧，你就可以求一個菩提心戒，同埋求一件事嘅。俾你求一件事，咁你就諗住求乜嘢咯？係嘛？咁嗰度好多靈氣嘅，特別佢有啲。世界最大的塔都在他們那裡，但他們不公布。好了，那佛牙廟呢經濟都不行，如果在第二個國家富貴，那麼神聖全世界聞名，為什麼呢？他們這個國家的憲法呢寫明的，任何人呢不可以利用佛祖的招牌呢去進行和錢有關的活動，即是你說、啊、我現在拿佛牙廟出來了，你給禮事給別人不行的，嚴格到咁嘅，所以因為佛蘭都咁聞名咧，經濟都唔係好掂嘅。即係佢頭皮有郵箱喺度，你啲人中意俾就俾佢，唔可以話搞手段啊、搞剩啊、有咩保佑啊、咩剩啊，去吸引呢啲人嚟咧點樣？唔可以搞吹水嘅。佢哋都好嚴格。咁一件趣事咧，又好奇怪嘅，涉及台灣嘅聲明。幾十年前咧，台灣聲聞好聞名啦，就寫信話去斯蘭卡訪問，因為斯蘭卡嘅地位喺佛教咧，就等於天主教嘅羅馬噶嘛。咁咧佢就話去訪問，咁佢要好多要求嘅，即係我哋包機嚟，咁咧又要見總統，又要見宗教部長，又見啲咩部長，又要見文化部長，咁咧就要佢哋嗰啲部長咪同總統講咯。我總理講俾呢個和尚聲聞話嚟我哋國家訪問，但咧就要你見佢乜乜物物喎。咁總統就話呢個咩人嚟㗎？咁下邊啲部長又同總統講咯：我呢個台灣嘅和尚好有錢㗎，講嗰個係我朋友嚟㗎嘛。嗰個總統嗰時未死，得唔得？得唔得？十嚇！和尚點解會有錢㗎？唔理得，冇問其他理由喎。佢就問和尚點解會有錢啊？
唔接受佢嚟，咁樣冇得去南卡訪問，佢問先。佢冇講第二個就問佢哋話：啊，呢、這個和尚巴閉好有錢，一講話有錢，即刻就問和尚點解會有錢啊？因為泰國喺蘭卡、老窩嗰啲正式嘅佛教和尚咧，個手唔掂得錢噶嘛。你就係可以中午咧出去托缽乞食嘅啫嘛，手不執金錢嘅大嘅戒律嚟噶嘛。所以佢一講話，佢哋唔知嘅報章就哇好巴閉啊！啲和尚係真係好有錢啊嘛，先問。除非啲總統一句和尚點解會有錢啊？咁人答到。哎，咁啊，唔使叫佢嚟啦，唔好嚟啦，好，咁系咁先。